没有什么，这个没有什么。
证明不可能一定是这样的，然后就是要把这个理论拿来，要做成这个东西，这是不是这个道理？那么他在那一打地方啊，就这个弄出这个迅雷轰烈地龙的黑沙走石啊，暴虎狼神呢，这种的威风哦，很厉害。刮的防岛屋塌，树也倒，啊，这时候就是进城了，给你就得了，给你就得了。就这个他记录善德的，因为虽然他在那儿入定了，睡觉不管了，他是管住人间善德的正果篇，还要主持公道，一点也不会偏的。所以嘛，他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就因为有七天中断，他在往昔啊，这个神力不够，别在往昔就修行了。这时候发愿他，我等了这个，他要这个天神呢，我讲这话，你们也不要相信。不讲笑话，这个天神呢，在阴地的时候也受这个气，一时不堪啊，所以他就发愿说：“我要遇到这样的女死鬼呀、我要教化他。”哎，实现这一愿，这是两话。你心的慈悲心，那么悲天悯人的这一种愿，这种愿呢，哎，化成。不要叫他，不然化女子鬼呀，而且还要其他什么众生的努力了，都要叫化。所以嘛，因为这个，所以他说，大家同证无称法了，同称佛道，结共同佛道，这小圣，小古来那个圣人和前面那个。我所讲的，孩子把他都忘了。你们孩子啊，不要注意。你们听不听的说，也是这个，又也是这个。那么说来说去还是这个，都是叫人的啊。这个往好往正当的做，不要往偏见的做。我们天天呢，听的把耳朵就听的烦了啊。总之，互相之间，以前有一个人说。讲来讲去都讲贪嗔痴，讲来讲去贪嗔痴啊！贪嗔痴，我讲你去了没去？你要去了，我就不必讲了。你没有去，当然我要三六五声，我要左讲右讲，好像这个六大宗旨。你们要人人都行六大宗旨，你们就不需要讲六大宗旨，因为你不行一点一点，你也没有做到。所以不要说，我每天呢，跟着你学习的很多，可是，我只是啊，小了，没有一定的真能做到。所以啊，自己很慎重。我们这个讲经的方法，这是啊，空前未有啊。那么将来呢，不能说绝后。我们这个方法叫五观智能推动力。每一个人发挥每一个人的见解，每一个人啊说出来每一个人的心声，每一个人
啊，表现出来每一个人的智慧。那么我听到你们这么多人讲这么多的话，所以啊，我不能说是啊得益良多，可是啊也受益不少。这个十多年以前，我天天做老师，来呀、给你们讲功课。现在我做学生，啊，尤其是一个开蒙的学生，初入门的学生，哎呀，像小，哎呦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做老师又能呢做学生，这要是啊，有一个老师的架子，学会绝对做不到。所以啊，你们各位要注意这一点，并且你们每一个人不出来讲法嘛，我向你们叩头；再要不出来讲法嘛，我就给你们跪着看一看。所以像到今天啊，所以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出来讲法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。那么我能听到你们每一个人说法啊，我心里啊是得到甘露啊，这甘露法味啊是法喜充满。今天你们各位讲各有所长，各有所短，有的长的地方啊，你等一等那个短的，短的地方加上一点长的，取长补短，这么样子呢，就是折中的办法。你自己要讲的晓得有道理，能更好；自己晓得讲的不如旁人讲，那就不妨取旁人的长处，补自己的短处。这是啊，我微小的一种啊，蒸蒸日上的精神。我们切记啊，不要自满，不要自夸，不要啊，自己生一种啊，骄傲的心，你要有那种心呢，你就上道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聚思广益，那么以众人的智慧为智慧，以众人的见解为见解，我们一个人能听到这么多人发挥。你自己的很有智慧，这是古今未有啊，将来呀还不知道了。所以我们这个主观智能推动力，尤其刑法这个方法，本来无论你在哪个地方讲经啊，都应该有人刑法。可是现在啊，那么一般人聚集到讲经刑法啊，到处都不认识，没有人听法。今天呢，我这个有四位老同乡啊，我东北来的，他们有的是在道德会的啊，当理事长，这个王汝霖先生啊，是道德会的这个理事长。台湾万和道德会，我16岁就参加道德会，所以他这个在道德会当理事长呢，来到的特别高兴。那一位呢是办教育，都是我东北的，两位先生，两位太太，所以我们到这聚会一堂，给大家都是。我们离开中国这么万里之外，又能碰到一起，一定是缘分深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回他们回到平原，明天呢，还准备到台湾去，礼拜五。Okay.
所以在通过一难强用错音招呼招呼强大悲心度苦恼妙处成就化吉祥。这几句啊，们讲的也都差不多了。那么其中的意思呢是很多的。那个时间到了，我不要浪费你们太多睡觉的时间。这个白天呢都很辛苦的，我在剥削你们的睡觉的时间呢都是啊。就是一点吃力心都没有，那么再有高考我们做事回去做事好不好？好啊，对，我记得一定很欢喜，非灾横祸。什么叫非灾呢？本来不应该你有的，你有了，分散啊，不是属于你的，你得到了，不是应该你受到的，你受到的，这都叫分散。横祸呢，就是不期然而然的，也没有想到这个样子，他就来了啊，这叫意外，意外啊。有的喝酒被酒杯的酒淹死，你说是不是意外？吃鸡呢被鸡骨头被鸡肉给噎死，这是不是意外？好像中毒了啊，吃一块肉到喉咙呢上也不上下不下，一下子就呜呼哀哉不会上去，这就叫横。还有上吊也叫横，投海也叫横啊，火烧死也叫横，水淹死也叫横，被木头砸死也叫横，被石头碰也叫横啊，这个被土埋上也叫横，活的就活埋了也叫横，金木水火土啊碰就是不想到啊，他就就该弄死，这都叫横死。横死呢，这里头就叫难啊，这个难呢，罹难啊，罹难呢死了啊，还有这种的难啊。为什么受这种的火爆呢？这要问前脚了，就要倒算了，倒算算。多少年呢？三千年啊，或者一万年，这个不一定的，这个时间很长的，所以这要造成。造成怎么样呢？这中间有一念无明造成的，这一念无明啊，就串因果了，串因果了，所以嘛，就招罪殃了，招出这个横死的罪殃。那么这是沉沦呢，在这苦海里它不容易出去，可是幸亏呀，有这个诸佛菩萨这种大悲心，这个大悲心度啊，也不一定是哪一位诸佛哪一位菩萨哪一位圣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恶罗汉，那么和你有缘的时候也是要往回算。我回算算了三千年五千年一万年，亏着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，这算到那儿，哦，这个圣者这个菩萨这个佛和你有点缘，能到这来呀，就他用这个大悲心啊，你也是大悲心陀罗尼，也是啊，大悲心那么严重，也是一个救你的那一个人也一个大悲心，这都是大悲心，救诸
这个大悲心度诸难诸恼苦，一切的烦恼，一切的痛苦度了，妙术成就啊，化吉祥。这个妙术也可以说是啊，这个人的那个诵佛念咒，这也是妙术啊，诵大悲咒四十二首也，这都叫妙术。还有这个人医术高明，也叫妙术。那后边那个，那不有个说医吗？翻医吗？啊，所以这也叫妙术。妙术成就，能成就你，成就你呢，就化险为夷，化凶为吉了。能以啊，化这个灾难，要是您现任的，就能解过去，迎来死啊，不死了。这个话题讲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是这个种种横死啊，种种的横死啊，这个怨通天呢，一怨气啊冲到天上啊，然后叫这我受这种冤屈了，冤屈了。所以嘛，他要报复啊，怎么样呢？寻机，这个伺机寻讨啊，代替缘啊，谁要和他啊，也给他要做替死鬼的，这都在他认为是他的好朋友，和他是有缘的，能以啊替他去死，所以他进入那个意外的地方，撞车地方啊。你那个那就是三月撞车啊，或者过一年那叫三月又撞车，过两年三月又撞车，过三年又撞车，那地方呢就有个鬼在那去找替死鬼啊，等着你。所以啊，这个那么撞车是这样的，水淹也是这样的，火烧也是这样的啊，飞机失事啊，那么轮船呢沉到海里去都是这样。所以嘛，这一种种的这里他说不完的。所以他就找机会来呀，找替他替死鬼啊，那么他要上吊吗？他也到那时候啊，让你去上吊去。说起这个啊，我们要想方南河他有个妹妹呀啊，这个他在那守孝，也不知他这个妹妹结婚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那天呢，就是想，哎呦，上吊死吧。那么这个打这个妄想呢，这个妙法那和尚他就知道那时候我师父还没出家，他就愿意叫我去。你看看我妹妹，她有了问题了，你去啊，救一救她，然后呢，我这个师傅啊，也是不认字的庄稼人，所以我这个庄稼人也带一个庄稼人在做师傅啊，所以我徒弟就叫我叫老鼠胖子，那么这个是很好的名称，他现在呢。越有发愿小老虎豹，这才是这是土包子不必求的，不必发愿求，只要你等着这就是了嘛。那么你叫他去啊，看他一去看呢，哦，这个黄大河的妹妹在那梳头啊，擦烟抹粉啊，一边梳头一边哭，一边哭，那么一边就穿着穿上的新衣服啊，完了他就进去，问你干什么呢？哎呀，讲这活的没有意思。完了，我师傅就告诉他，我今天来呀，是你父亲在守孝那边知道你现在要上吊要死。所以叫我来劝一劝你，你不要把这个王禅这么一说，他明白了。他说：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天天想着要死，就觉得上吊死比这么高。”
所以啊，你又舍不得家里，但是他一定要死，这就是背鬼迷途，对不对？背鬼迷途呢，那么我师父去做人面，那么不是打电话，那么由这个看来啊，这个都是魔鬼。什么叫鬼呢？你有人就有鬼，那个鬼就是人变的，并不是那鬼就是鬼。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鬼，也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佛。我告诉你啊，所以你说我也没看见佛啊，我也没看见。